什么东西？来两份的。虾仁。好好。十八五百。还有谁呀？快点快点！哎呦，这边请四个，两个给你。十八五百，等一下，我帮你留。老九温。雨婷，你要留五百的，好，十八帮你留。还有谁要十八的？九班够两个加吗？九班你呀？五百好。十八留一份。我把先卖五百块的。啊。我那个只要加十万啦，他不能卖我。第一回啦。哦。这个是爷爷哦。卖。哦，他是个卖。够人卖不？小班呢？五百块。够人啦吼。卖。有点累。来啊，你来。非常累。卖全部给你五百块。全部给你五百啊。虾仁一百偌济，够有无？有啊，1000块。1000块。哎，我把什么吃饱？要台二。八只啦。没有办法用寄的，没有搭配，没有搭配哦。400块。还上百了。上百啦。这样啦。阿伯，兄弟。来，我们这红鱼哦，人要吃无？你要吃，你要吃。用脆鱼了，虾仁鱼啊。新鲜就好，哦，做成白虾仁，真好吃。对，白虾仁。对，还有一个白虾。好了。你不要吃，要脆的吃。所以你要吃红鲜，跟鱼皮，我只要提个几百二块啦。我用脆啦，做打底做煮汤卖菜啦。不会百二两，不会多买几啊，那就两买三买下来。你三买多开啦，就开三个人啦。三百块。大虾海鲜卷，我怕已经没了。200块有无？200。你无要食这個？帅哥，你今天有烤石炉吗？啊？烤石炉？没有。那就卖不完了，还卖烤石炉？对呀。能卖。靠呀。五十吧。应该是五只，看下知影五只啊，你看下看，五只啦。紧袂袂，紧歇睏啦。刘烨宇我不知道，刘烨宇应该是没有，刘烨宇应该是没有。不知道还有没有？套丢干卖过一次，应该还有，套丢还有，套丢还有，套丢的。
有两场三八股。哎，谁呀？这外面呢？来，好，你什么钱呀？没有用计的，没有用计，没有宅配哦。来个两百箱的，我出现两块，两百块箱的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两块了哦。很不好意思，这个太。再邀一次，鱼皮要呗，多少呗？牛肉卤鸭呗。好，鲍鱼应该存家里啊，鲍鱼应该剩那边而已。我刚才前面卖过一次，应该剩那边而已。卖这等于穿帐，你要傻子，马上用摄像打没了。两包尾四百，两包尾八百了。这两包尾八百，两包尾八百，现在这两包八百，两包七百。有王小丽吗？对吧，七八了。过磅。苏婷婷啊。哎，姜味两包，你嘴条讲嘛，姜味两包，还要开五百四百面啊，你接下来五个人去，三百了。三百一个，还两个。干杯，我看一下，好剩。可不可以不要中途绕跑？干杯好像没了。来三百。干杯好像没了。来后面来，还有没有？我看一下左边还有没有一。来三百，后面。我讲啊。我现在就要结三百块，还有谁要的？最后一个三百。你家想好无？要结三百，过来没有？最后一个三百块，还有谁要的？三百块。鱿鱼我。三百块。鱿鱼吧。贾伟的位置三百块。那个你看到鱿鱼壳？壳一颗有鱿鱼的。两两两两两咱们主攻的，让你差钱都不攻的。是啊，这叫蓝图对不？哎，这边吃这个，羊肉，应该少点羊肉啊。少点白切，少点白切，哎，这些好少点啊，其实。羊肉呢，我们要七八块的，八九块，我五百块钱，我买块。羊肉五百，别提了呀。羊肉能够五百三，够五百。进来啊，师傅。500块羊肉卤啦，500了，这四个都没来，500块钱，500块，羊肉卤500块，快点啊！进来啊！我这来500，500块羊肉卤啦，500都买不起来哦，500块。啊，等下再吃。什么价来？500块什么价？500，500两百。